什么啊？因为人家笑才认得。咦咦，眼睛的痘痘没有了，还认不得啊？哟哟哟！等一下，来，那你自己拿去吧，开都不用开了，嗯，不用开了，拿去吧。真是的，什么？那么激动？都已经下去了，怎么你居然忽略了他？你怎么那么难找啊？对，那里还有一颗呢，你看，又是了，我先就觉得没有一点长进的，这么多天了没有任何长进吗？看我丢在哪里，锻炼你的那个视力，这边，这边啊，都已经丢了。那边，那边，还有，还有呢，那边，啊，那边还有呢。没，好吃吧？又忽略两坨，后背还有一坨。这里，哎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稳住。喂喂喂！根本都不知道你吃的是什么，是不是？直接就吞完了。什么石头也吃啊？啊？什么小狗狗啊？这个是。来，我来拿它，它不给。哎，没有什么啊？有没有什么痕迹啊？不干嘛，可能就是一个那个脂肪粒之类的，就是这样子。都是很凶的了，不给人抓的，要戴手套来帮人弄崽子，很凶的他。没什么的，很凶的，你别搞他了。什么啊，拜拜，在家哦，高好多了。